中餐厅二持续热播中，在近期播出的节目中，张铁林做客中餐厅的时候，因为张铁林快要离开餐厅了，于是大家就精心准备了最后一次聚餐。在聚餐的时候，大家为了留住回忆，于是在饭桌上留下了一张合影。而就在大家拍照的时候，节目组就不慎将舒淇的手机内容曝光了。我们要不要一起拍个照？要，一定要。我要跟阿麻在一起。对。小时候哪敢跟你用这样的姿势啊？舒淇的手机是放在桌子上的，而屏幕也是亮着的，里面的内容却被节目组无意曝光。页面显示的是某个网购的平台，而舒淇也在网购。真是没想到，女神舒淇在私下里是这样打发时间。这个不食烟火的女神，竟然也是一位网购少女。只要不干活，没有事情，就会不由自主地在网上看各种东西，然后网购回来。看来明星们和普通人一样嘛，而舒淇也是蛮接地气的。